女人可以喊，可以笑，可以 high tea， 可以冇事业，可以冇野心，可以冇钱，可以唔煮饭，可以唔养家，可以当街刮男人七八，男人唔得。男人唔可以喊，唔衰得，唔穷得，唔嬲得，唔污蔑得，唔可以冇野心，唔可以冇上进心，唔可以花心，唔可以及女及到眼金金。男人要劲，要强。要有钱，要勤力，要挨得，要打得，要有膊头，有腰骨，要温柔，要细心，要记得女人的生日。好攰啊！我 Tony 熊猫爸爸，我 Lawrence 谢师傅，以后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欢迎你加入我哋男人的 Happy Hour。喂，大家好啊，又是暖男日记啦，两位暖男讲下嘢先啦。大家好啊，我是 Lawrence 谢师傅啊。喂，大家好，我是熊猫爸爸。咁我哋今日咧有个现场嘉宾喺度嘅，咁啊现场嘉宾你叫咩名字？大家好，我叫 Irene。咁啊 Irene 咧就是我哋今日嘅现场嘉宾，所以我哋今日好平均咧有两男两女嘅、嗯。好啦，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咩呢？阿熊猫爸爸你讲啊，不如。我今日嘅题目就系现代爱情故事。如何尋找理想對象 ？OK， 好。現代愛情故事咁咧，其實我哋四個加埋咧，一係咧就奔緊五啦，一係就已經過咗五噶啦，即係呢個過咗五十啊咁樣。咁其實咧，去到咁嘅現階段咧，大家對愛情係點睇法咧？點解仲要呢、這個對於呢個理想對象呢樣嘢，你點睇法咧？嗱，呢度好得意嘅，我哋四個人啦。咁啊，阿熊猫爸爸咧，同埋我哋嘅现场嘉宾 Irene 咧，就 happily married 咁样嘅。咁啊 ，Irene 你结婚几耐？话实话，哦，过咗30年咯，结咗30年，即系睇你咁后生，应该3岁开始结啦，系嘛？都唔系啊，我26岁结婚，即系完全对呢个年纪冇乜所谓啊。佢就拎计下数系唔啱，唔啱噶，啱啱啱啱，你识咗2年，系啊，拍咗7年拖，系啊，再结咗30年婚，系啊。堅挺啊 ，OK。好啦，熊貓爸爸，你有幾年婚咧？我由拍拖到而家25年咯。25年，結咗都10幾年啊？16年啦。OK， 好啦，咁啊，我同師傅咧兩個加埋啱結咗2次婚，一人一次咁樣啊。都平均嘅，好平均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咧係有結緊婚噶啦，有離咗婚噶啦，有未嫁過嘅小妹啦，咁樣。咁就好有趣啦，想問下大家，其實喺你而家去到人生呢一點啦，你覺得理想？對象呢樣嘢，或者你而家自己嘅配偶啦，嚇，對你嚟講咩意義咧？點解佢咁重要咧？咁人生嘅另一半都要係有人分享會快樂多啲啊嘛。嗯。咁如果一個人咪好孤獨咯。嗯。啊，呢個標準嘅傳統答案啦。咁啊，熊貓爸爸咧，熊貓爸爸都好用好多力咧，去即係好勤力咁去維繫你嘅婚姻喎。唔好講用好多力，我哋係好有用心去安排啲時間。一起陪伴，一起成長啫。咪真係嗰句啦。OK， 咁點解咁重要咧？對於你嚟講，好開心喎！每日傾偈啊，覺得自己又成長咗啊，每日好親近啊，大家即係做過啲乜嘢啊，互相大家傾啦，好舒服。大家現場嘅呢、這個，大家聽緊嘅聽眾咧，可能睇唔到阿熊貓爸爸講嘢咧，係好多動作噶咁樣。如果唔係，佢可能講唔到嘢噶啦咁樣。咁好啦。阿師傅咁樣，阿師傅都呢、這個、啊、情海好多經驗咁樣啊 ，OK。咁對於嚟講，現階段點解有個呢個理想對象咁重要呢？我覺得呢個係每個人都需要嘅。咁你係咪咁多人可以即係單身到老咧？當然有某啲人係得嘅。你唔可以為所有人講嘢㗎。係啦，好似和尚啊嚇尼姑都係有咁嘅情況啦。但係我覺得就係一定係有呢咁嘅需要咯。同埋係，我會屢敗屢戰嘅。冇錯啦。但點解你會仲咁？點解你仲會行呢條路咧？點解唔諗下單身啊？單身咪唔使咁煩呢件事，有啲女人都好煩噶嘛，係咪先？我覺得好自然嘅，即係唔係我同 Irene 啊？當然你自己感受咁，你係咪想一個人？唔係啊嘛，唔係咪要戰鬥咯？戰鬥咪所以。要做暖男咯，暖男咪有暖男日記咯，繼續去我哋。咁咧，我咧就喺呢度咧，唯一一個單身嘅，I mean係未結過婚啦咁樣嚇。咩？其實我覺得單身都唔錯嘅。其實結唔結婚咧，對於我哋啲長期單身嘅人嚟講咧，唔係一個好重要嘅
即係嘅嘢啦嚇。但我有一日我就覺得啊，其實都單身咗好耐，即係成未結過婚咪成世單身係咪先？即係當然我哋拍過好多拖啦。但我就覺得啊，有一日我問自己就係、是，阿媽又走咗啦咁樣，到底我下半世要點過呢？其實一個人生活咧係好鬼奢侈嘅，因為一個人生活咧係你翻到屋企係連笑都唔使你先会同人笑啫，你翻到屋企你见到老婆或者见到女或者你阿妈，你咪要笑啊？系啊，打招呼啊，开心啊！我哋单身一个人住嘅，翻到屋企系唔使笑嘅，即系话你系完全系唔使同人交往，就系、是、我面黑就面黑，你屋企唔会笑噶嘛？你笑咩啫？系咪？所以我就谂啊，到底系咪下半生仲要下半世仲要单身呢？啊，如果有个伴会好啲咧，其实有个伴就可以陪自己，即系。有啲開心嘢可以分享啦嚇，食飯唔使一個人啦，唔開心嘅又大家分享呵，即係我覺得咁樣睇嘅當然係，我哋講 sorry。當然係有個伴好啲啦。嗯，快啲揾翻一個啦。咁咧，個老人家啊，老人家教訓我哋，快揾翻個啦。係啊，好啦，只係問題就係、是。呢、这個好嘅，呢、这個配呢、这個即係對象咧，真係實在唔容易揾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講下咧，首先我哋講下咧呢個男追女啦。如果有機會，我哋講下女追男啦。男追女咧就是、由兩位戀男去講嘅。咁我同 Irene 咧就調翻轉啦，我哋講女追男啊。OK， 因為我哋有好多案例咧，如果原來而家啲女士都好犀利嘅。OK， 見到啱嘅就上啊咁樣。咁然後咧到最後咧，我哋發現咧，原來所有嘅事情咧到最後都係講姻緣嘅。千里姻緣是一線牽的，咁然後我哋點樣可以？如果真係命裡無事，係咪真係莫強求呢？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咧，可以創造一個理想嘅伴侶出嚟咧？咁樣好，咁好啦，我哋嗰個今日嘅訪問正式開始啦。咁首先咧，你哋邊個先講啊？呢個男追女嘅方法？好，我哋猜下先。哦，青春和教七七包。哦，我赢咗。其实我哋睇过啲资料嘅，咁有啲分析其实都系相当唔错。其实恋爱阶段或者步入结婚嘅阶段，其实都系要经过一啲必然嘅，好似你要遇到啦，你要吸引到对方啦，点都要经过一啲交往嘅时间啦，跟住后屘先至成功咗都要谂住点维系嘅。咁但係大部分男追女呢，我哋可能都会諗啊，我哋应该点做呢？係咪要做用多啲公势呢？譬如话打多啲电话啊，传简讯啊，短信啊，或者送礼物啊，好多殷勤嘅奉献啊，唔好赞美多啲啊，譬如呢啲咁嘅所有嘅一啲好似手段式嘅呢，其实係咪咁重要呢？可能呢我哋要营造自己嘅吸引力，去令到吸引到对方，可能咁嘅增加成功率嘅機會更加大嘅喎。Tony 點睇？係啊，講吸引力嘅話咧，阿師傅我問翻你啦，成功嘅吸引力實際有咩元素喺度嘅咧？成功嘅吸引力咧，其實好得意嘅，反而咧係唔係話做一個好男人咁簡單嘅？我哋要用啲少心理嘅心理戰嘅，譬如話增加神秘感啦。咩叫增加神秘感啊？哦，就係、好似狗唔應啊，問你住邊又唔出聲咁樣。唔好開曬底牌住啊！俾佢有啲好似唔知嘅嘢啦，即係好多會識嘅嘢更多係嘛？可能係啦，可能估唔到我仲識你咁樣。即係你著衫之餘，原來你仲識氣功或者仲識好多好多好多嘢咁樣，每一次都有好多驚喜其實我識氣功嘅啫。通年咧又識好多嘢。我記得師傅啱識師傅嘅時候咧，我真係記得我係講過幾次嘅。咦咩？你識講少嘅原來。呢個就係要等佢發掘多啲嘢先知道嘅。OK 好啦，咁仲有咩咧？咁有啲好奇心啦，原來你背後可能仲有啲嘢嘅喎，真係想發掘下喎。咁嘅即係心態啦。即係以退為進咁啊！即係總之唔好俾佢一睇睇曬啲嘢，咁佢仲會聯想好多嘢，咁佢咪？會想起你咯，係嘛？個好簡單嘅就係、是，係喎，當年原來好似仲有啲嘢我唔知嘅喎，咁就會想起你咯。咁咪增加臭狐同大肚腩，大肚腩一睇就知嘅喎，冇得飲。臭狐就要識耐啲先知咁樣。好啦，甚至乎咧，即係一啲有時要攞翻主導權啦。咁我哋男性去主導嘅，咁個女性好自然就跟住去咯。主導權是不是約吃飯啊？你話事定佢話事啊？但係我覺得吃飯
我要尊重翻啲女性嘛，因為去邊度食嘅啫。咁啊，你有冇啲好嘅策略，係點樣主動權嘅方法咧？係，譬如講食飯咁樣，頭先啊，我哋傾嘅時候 ，Sir 都講咗一啲重點，就係話唔好次次都係你話啦，你話你食乜做乜啦，咁反而咧即係可能扣分嘅。絕對扣分啊！因為而家香港比較強嘅女性比較強，同埋係女人都係要會即係要做嘢啊，一樣係讀咁多書咁樣。咁啊，我自己嗰個例子就係我自己日常係要做好多決定嘅。同埋唔知點解咧，我係同朋友一齊啦，同我哋啲團隊一齊啦，同我嘅屋企人一齊啦，同我男朋友一齊啦，佢哋都係會問今晚喺邊度食飯啊？咁我話你講啦咁樣，然後佢哋通常都你講啦，即係成日都係我決定，咁我就覺得好攰啊！有時係你又要做好多大決定、中決定、小決定，你哋自己決定啦。但係好多時就係算吧啦，都係唔會人決定啦。所以就算我哋星期三都係噶。永遠都是我話邊度噶嘛，係咪？我話你去啦，去話邊度，唔會有人決定的，到到最後都是啊去咩啦咁樣。咁當然佢一個尊重啦。但係我亦都識得有啲男生咧，就係、是、佢可以係啊 ，Elsa 出嚟食飯好嘛？好，去邊度啊？譬如我問去邊度啊咁樣，佢啊喺呢、這個let's say 樂士佛台，樂士佛台嘅呢個 A B C 餐廳啦咁樣。七點 O 唔 OK？ 唔 OK， 七點半 OK， 七點冇 OK。好，一於咁話，尖沙咀樂士佛台 A B C 餐廳。七點半就好爽啊！如果譬如話佢更加聰明嘅做法就係咩咧？你可能講一間餐廳會死噶嘛，咁可能係行樂士佛台 A B C 餐廳，喂好辣嘅喎啲嘢，咁你就隨時個袋度已經有兩三間講咗啦，就係、是、啊咁啊，懷念趕時間啊，不如咁啦，直頭係呢個朗豪坊四樓 Passion 啦咁樣，又有水準，又快又平 ，OK， 一算平啦。如果你講拍拖嘅話 ，OK， 然後跟住啊都唔 OK 啊，咁啊Passion 隔離有間。乜乜乜粥铺喎，啱啱啊！即系话你有西餐厅，你有中国餐厅，然后有个粥铺喺度，总有一间啱啦，系咪？即系两手准备，甚至三手准备。系啦，咁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啊，你真系好好辣咁样。嗯，好巧好巧。好啦，咁仲有啲咩嘢咧？仲有男追女嘅 tips 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安全感。安全感。你是想我哋女性俾安全感你係嘛？不其實你講啊，而家嘅世界咧調嚟調去嘅。安全感係咪以我的身形為你好安全？係一個感覺咯。啊？咁任何一方面咯，咁當然呢啲係加分嘅嘢咯。咩安全感先？你講多少少先假？係你安全感係有求必應定係咩咧？邊種安全感？係啊。我想了解女性安全感，不如我哋男人嗰度覺得女性安全感係點樣樣咧？即係女性點感覺到我哋安全感？係啊，你講講得通。我覺得以佢為尊啦，但係尊得嚟咧，我覺得我自信話俾你聽，去邊個方向咧，佢有預備到咧，嗰啲就係安全感咯。即係咩？你講緊人生目標啊、工作啊、關係啊，定邊？可能做一個 project 啊，做一段時間做啲嘢，可能去一個旅行。話俾你聽，我會咁去泰國嘅，我會咁去咧，佢都好有安全感，去知道跟邊間，佢會問跟邊間啦，有咩保險啦，係咪依啲咁安全感咧？我覺得就係可能係專一咯，即係佢唔會驚你，譬如話你話先去出 trip 啊嘛，出 trip 可以出搞出好多嘢嘅喎，係咪先？出 trip 可以出到好多嘢，係咯。咁但係如果阿 Tony 啊，你即係你太太話啊，你出錢冇嘢 ，OK 你去，即係其實佢對你信任，係嘛？即係你俾到安全感佢，即係喺呢一方面咧，當然好多方面啦。嚇、喺生活上有咩安全感咧？生活上就係、是、即係照顧周到少少啦，即係你會有啲少少嘅事，佢都你都已經照顧咗啦。咁佢話啊，我唔使擔心嘅喎，好多嘢你都做咗喎，咁都係安全感咯。其实呢上一集呢我哋讲暖男嗰个 definition 呢个定义嘅时候其实已经讲咗好多㗎啦。咁、我反而觉得呢剛才我哋开会嘅时候呢我就有俾几句说话吸引咗嘅。第一就係话其实我哋讲嘅所有嘅我哋剛才睇咗咁多资料啦 ,25 页啦睇到眼都蒙埋咁先。其实去到最后呢重要嗰样嘢就係到底个女士鍾意你几多呢佢有几鍾意你呢其实我哋女人好鍾意一样嘢就係我哋需要知道个男人有几鍾意我哋。
咁我聽個人咁講嘅，有位男士我講，佢就話其實咧，一個男人佢如果一個特別英國人，英國人好孤寒噶嘛。嗯。In general， 英國人係比較孤寒 ，OK。但英國人好得意嘅，如果佢覺得你係佢睇中你，佢覺得呢個係一個老婆嘅人選，佢係呢個係我老婆啦咁樣，佢係唔介意喺你身上使所有錢嘅。哦。點解咧？因為佢使嘅所有錢，佢買俾你嘅所有嘢，第時你嫁俾佢嘅話，你都係佢個人啊嘛。所以你同一個英國男士出街，你好容易知道佢中唔中意你，就係佢肯唔肯喺你身上使錢咯。咁啊，同美國人唔同啊，因為美國人疏爽好多噶嘛，係咪我都追你咧？追你咪買嘢俾你咯，係咪？但係英國唔同噶。咁好啦，但係佢就話，如果一個男人咧，佢肯喺你身上使錢，咁即係佢願意投資喺你身上啦，係咪？咁我哋就會想知，譬如話佢第二點講得嘅好得意嘅就係，佢話女人會想睇下呢個男人願意為你付出嘅極限喺邊度。咁而錢就是第一樣嘅啫，第二樣係咩？第二樣係時間咯。時間啦，係咯，係咪？咁時間係比錢仲更加重要，因為好多男人係佢如果有錢嘅話，佢唔介意係東南亞、歐美啊咁樣，每一度包一個耳拉冇所謂嘅。我係男人，咁我喺我啲 friend 面前都好威添，係啊，我有好多女朋友嘅，周街都係啊，然後跟住呢個嚇遍佈七大洋五大洲咁樣。咁但係如果個男人係願意為你付出時間，譬如話佢搵架車搵個司機送你返屋企，同佢揸車送你返屋企送到門口係唔同嘅。絕對。咁都要睇下嗰個女人本身佢想要嗰個咩伴侶囉。咁佢想一個體貼嘅伴侶，或者係要鍾意，而家大多數人都係睇錢份上。我明白你意思啦，即係有司機個應該唔錯啦。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同，没有没对错，是你想要求的什么人出现。有趣地刚才我们看一些资料了，其实婚姻呢很多时候的那个历史上面的任务呢，其实都是保住家族财富的。即以前来讲，婚姻不是讲爱情的，婚姻是跟保障有关的。所以是后来呢去到即是开始有茶室这样的出现了，即是英国出现茶室，即是说女士可以开始自己独立地出街的时候，就开始有爱情这样出现，因为她可以静鸡鸡去约人出去喝茶嘛。但是以前英国啦，或者我们中国呢，你拍拖的话，你是哪有拍拖的啫？第一没有的，你讲的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是盲婚哑嫁的嘛。是吗？然后跟住譬如你鍾意咗个男仔鍾意个女仔，就会搵个男仔个爸爸去同个女仔嘅爸爸去咩玩嗰啲咩亲啦，叫媒妁之言，就去求亲啦，求亲啊。然后跟住人哋女方就会考虑你男方，你会唔会饿死我个女呢，你各样啦样，然后 OK 嘅话就会对时辰八字。对完时辰八字啦，呢两个人结咗婚，系对于两家都好嘅话，就经济上 OK 啦，然后就俾佢哋结婚噶啦嘛。嗯、一般嚟讲，女仔冇得拣噶嘛。系嘛？甚至乎父母决定晒都有。系啦，咁然后去到我哋近代，先至开始话啊，我哋爱情结婚呢样嘢系同爱情有关。但我结婚系好耐以嚟，一直都系同爱情冇关。以前有个恋爱自由呢个 term 噶嘛，即系话之前系冇自由，冇嘅，冇呢样嘢，冇爱情添，边有爱情嘅啫？爱情后来建立咯。系啊，我觉得结咗婚嗰廿十六年咧，发觉系结婚系两个家族嘅事啊。其实去到而家都系噶，家族都系而家。即系处理家庭嘅事多过要抽时间，每个月要抽啲时间去两个人相处嘅，反而更加珍惜。咁所以咧係兩個家族嘅問題。如果兩個家族咧祝福你或者老人家接受咧，咁你咪會更加幸福多啲咯。如果係其中一方唔祝福或者係唔中意咧，咁就會都好大嘅阻力咯。我甚至乎覺得咧，而家我會調翻轉頭，會尊重我哋嘅國家傳統嘅文化，就係、是、如果有日我要結婚或者我要拍拖嘅話，一定要攞埋男方嘅嗰個時辰八字去對對先。即係以前我唔會咁做，我而家發現呢樣嘢重要啊！即係大家旺旺大家啊，除非你真係好似我哋收業本 ，OK？ 收業本就可以拜趴曬所有你風水啊、時辰八字嗰樣嘢。如果唔係夾一夾就好。當我試過同個唔同嘅人一齊住，唔好話男性嘅女性，如果係大家唔夾嘅話，嗰種痛苦係難以形容。好，翻嚟呢度，好啦，咁跟住咧，仲有樣嘢係咩咧？就是女人咧，会咧翻转头睇翻下咧，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克制佢嘅？嗯，唔知道男士明唔明呢句嘢系点？有啲矛盾嘅心态，好似你点演绎啊？阿Tony点演绎啊？
女人喜歡男人拎回去走，雖然他可能第一提出的問題是問你意見的， 他心目中都有一個答案的，但是他想有一個第三個答案出來大家認同的，他跟著你的方向去走。遇過那些就是不會聽你 答案的，只是用自己的答案，是的，意見都意見都不接受啊，即都有呢咁嘅人啦，即系唔系傾嘅，冇得傾嘅可能，要傾出嚟。其實係嘅，我都覺得係，其實關係嘅成功要溝通，係啊，所以唔溝通都係關係都係。阿師傅啊，你眼望我眼，我產生情愫啊，真係。所以咧，你拍拖之前，你個心目中揀個咩人好重要？啊，頭先係講定位好重要咯。係啊，有好多時候可能我哋揀錯咗。由一開始已經揀錯了，又或者我男士角度就自己，以我角度係會可能有啲朋友係會就女朋友就到自己嘅性格冇咗嗰個，譬如好中意模型各樣，可以完全係戒曬嘅喎。又或者後來嘅轉變咯，我覺得即係初初你哋即係每個人拍拖都係 OK 噶，梗係對方好啊、正啊、啱噶，係嘛？點解後來唔屈咧？就是、可能後來大家都有啲轉變。大家已經離開了我的問題的範疇了，已經問題是第三點，他問你其實女人是會看，是怎樣說呢，她會看看你能不能夠反過來克制她，其實克制這個字眼不是很對的，是順服我覺得會好一點，即是純罕記這樣。我舉個例子，我們以前整班女人，整班單身女人，講了十幾二十年前，即是大家都單身貌美的，有一位其中一個女朋友很有趣，她是負責一家很大的培訓公司做這個行政的，位高權重的樣。咁有一日就遇到一個男士，一個男士是澳洲人咁樣，靚仔嘅。呢個男士本身咧係做生意嘅，佢自己係做一個好似會計咁嘅行業，但係佢係好成功，佢就周圍飛嘅，即係佢唔會俾份工即係去綁住佢啦咁樣。咁有一日咧，呢個男士咧遇到我呢個女朋友啊，咁啊點咧？佢話我哋應該喺埋一齊，即係講英文啦，當然唔係。佢話我哋應該喺埋一齊。跟住個女人話：唔好玩啦，我做緊嘢啊！你知唔知我大你十幾年啊？咁樣咁陣間我哋咧第二 part 我哋會講下女追男嘅咁樣。佢話：唔好玩啦，你唔係我杯茶啦，唔知點知嗰個男士一揸揸住隻手揸埋嚟，拉住埋嚟，跟住佢 ：You are my woman， 你係我嘅女人。哇！即刻冧曬，正成個畫面。跟住我個女朋友就成個融咗。成個融咗，跟住佢喺埋一齊好多年，而家仲喺埋一齊，我唔知。但係當時呢樣嘢咧，係我哋都話：喂，咁你揀佢啊，又後生。係嗰一手一拉埋嚟啦。咁又似一隻冇腳嘅雀仔多啲咯，即係唔似係 settle down。我哋叫 husband material， OK， 唔係一個 husband material， 即係唔係結得婚嘅材料啦，係咪？跟住佢話：冇啊，我都拒絕咗佢。點知佢一手揸埋嚟，一掹翻埋嚟就攬住就係 you are my woman 咁樣。哇！你成班人听到乜 ？Oh my god！ 晕晒即刻都，呢啲叫做缘分。唔系呢个就系、是、有时啲女人系会睇你有冇办法去顺服到我哋。系啊，咁样，即系女人系真俾男人管嘅。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同一时候，我哋心入边暗处某一个角落头就系、是、你可唔可以顺服到我咧？咁样。唔系，我觉得呢一下咧，好似系估唔到你咁都做得到，仲要咁强。咁咪冧咗咯，因為而家實在香港嘅男人係老老實實係比較遠咗啲啊嘛，即係唔知係咪因為香港嘅男士係唔似得新加坡啊，或者係台灣啊，係要軍訓啊咁樣嚇，咁可能男人咧，我聽過人咁講就係男人經過軍訓之後咧，就反而更加温柔，同埋嗰個力水咧平衡得更好。但香港嘅男人咧，大部分係俾阿媽鉗住啊，跟住俾阿家姐鉗住啊，跟住俾阿老婆鉗住啊，就嗰個男人嗰樣嘢唔係好出到嚟咯，即係有人係咁啦，唔係全部咯，咁樣都有啲道理。係啦，好啦，咁啊 ，Tony 有冇嘢想補充咧？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啲單身男可以即係嚇追到自己嘅夢中情人咧？我過往經驗咧，我覺得係。加埋啲資料揾咧，有幾點都值得講嘅。好啦，建議男士咧，唔好做咩事都以女仔為出發點啊。出發點。以兩個人一齊做出發點咧，我諗會更好啲嘅。好啦，眼神之中咧，我哋唔係裝扮，係要有自信。
知道自己要啲乜嘢。我諗個女性個吸引女性嘅吸引力咧會大啲，對啲事件咧，有啲事件咧要好有原則咯，千祈唔好有啲女仔喺現場嘅時候咧，啲原則性咧完全係冇曬嘅，女仔話事，女仔話事咁樣咧，咁啊。我記得有一點好得意，佢就話對所有嘅女士都係一樣，即係就算有一件係豬扒喺度，你都要表示到，咦，我同你，我冇鄙視你，或者冇一啲好似對你特別係差啲嘅。嗱，小心啲啊！我先幫我師傅講句好話啊！豬扒呢樣嘢咧就唔係師傅講出嚟嘅，係我哋而家啲 material， 即係我哋手頭上個 research 資料出嚟 ，OK？ 一你嗌亂條豬扒咧，出街俾人揼死你 ，OK？ 千祈唔好揼我，系啊，唔好，我照資料讀嘅啫，系啊，照資料讀，冇冇豬扒一樣嘅，系啦系啦，即係一視同仁咯，咁會唔會咧？女性會唔會覺得咁樣又加分啲咧？我覺得咧就係、是、點啊？你覺得點啊？我識得我近有一個舊男朋友咧，佢就係咁樣嘅，佢咧好得意嘅，佢對所有女性都一視同仁啊。咁而好得意嘅，佢本身好靚仔，靚仔又不得了，又有錢又靚仔。但係咧，佢自己咧對女人咧係佢係唔會話啊，你靚女我對你好啲，或者你係冇咁靚女又肥啲啊，又對你差啲。佢係好中意女人嘅，所以佢係好同女人嘅緣分好好啊，咁樣。但係佢專唔專一啊？又或者唔專一嘅，但係後來佢係玩夠咗之後，佢結婚都係結得好好嘅，因為乜嘢都玩過曬咁樣。咁啦。另一個生命中咧，你一定有啲嘢咧係比女性更重要。呢啲咁嘅男性咧，我覺得更吸引。哦，即係一個更加遠大嘅目標啊，理想。係啊，仲要俾女性知道啊，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助力嚟嘅。如果佢唔知道嘅話咧，可能會形成係一個幾嚴重嘅阻力嘅。佢知道咧，咁佢會好支持你，咁你會達成呢個目標更加快啲咯。係啊，咁啊，仲可以分享。可能睇你覺得你更加哇高大威猛，因為會有一個崇高啲嘅理想咁樣。係啊，如果追啦，我做咗最後一點咧，追女仔咧，仲有一個就唔好死纏爛打，呢個唔得㗎。我覺得一樣嘢。呢個我都同意，即係其實佢喜唔喜歡你先，嗰點好重要。都唔中意你，你做好多嘢都冇乜用。如果是死纏爛打咧，仲令到人討厭啊！嗯，係啊，而家死纏爛打咧，可能未必係電話，而家啲 WhatsApp apps 咧係咁，嘟嘟嘟係咁傳遞，係，好快嘅。OK， 好啦，咁我哋咧就時間已經去咗差唔多五個字啦，26分鐘啦。咁我哋可以停一停 ，take 個 break， 然後咧休息一陣間，翻嚟再同大家講下點樣追男追女。OK， 盞見。等一下见，等一下见。大家好，嚟到我哋第二部分啦。咁我哋咧，而家第二部分咧就轮到我哋讲下呢个女追男咯。咁样 ，OK， 话时话两位暖男有冇嘢想补充翻关于上一个 point？ 上我哋 part one 嗰阵时候咧，男追女有啲咩吓？有啲咩 tips 咁样咧？我有一点我想再讲一讲嘅就系、是，其实我觉得男追女啦，尤其是啦，咁、那个幽默感好紧要嘅，即系要令到对方好开心啦。言谈之间咧，真系要。有呢個幽默感嘅。喂，但係你話時話好多男人真係冇嘅喎。有咩辦法去增加呢？其實我覺得係自己嘅心態嘅，呢、點好重要。你要令到自己輕鬆啲咯，因為啊，好成日諗住追唔追到啦，追唔追到啦，好緊張，緊張得嚟，咁更加你就想幽默都幽默唔到。咁樣我放輕啲，放鬆啲。咁樣我點樣可以學到更多幽默感咧？其實咧。如果你幽默感呢樣嘢係最難去改變嘅，一個人係唔幽默嘅話，你點搞佢都唔幽默嘅。咁如果你夾硬嚟嘅話，點可能你個幽默呢？就係睇多啲笑片，睇多啲笑片，
第一就是你的人本身不轻松，你是没办法幽默、嗯、第二就是你根本没有那个资料去幽默。咁你點可以幽默呢？就係睇好多笑片啦、啊，睇下周星馳啊，睇下啲外國啊啊啊，即係嗰啲唔同嘅片啊片種，睇得多，第一你個 B 型會變啦、啊，個人會變啦、啊、個性格。第二就係你想搞笑，你都有資料搞笑啊。咁你冇資料點搞笑呢？哇，唔錯喎、啊！查實原來追女仔咁多學問，仲可以真正要睇咁多嘢，要做功課睇到。如果一個男士咧有幽默感咧，會加分，印象分多好多。嗯，係，我覺得。咁好啦，咁我哋而家轮到咧，我哋讲下女追男啦。咁啊，话时话咧，大家都可能留意到个现象咧，喺大部分嘅大城市咧，其实女士咧系似乎系未婚嘅女士比较多，而系咧即系同时间可以即系恋爱嘅男人嘅数量好似少好多嘅。尤其是咧，以前我哋喺教会，我发现咧系19都俾唔到一啊，嗯，即系话19个单身女性都俾唔到一个单身嘅弟兄。咁然後跟住喺身心靈界咧，我就發現都差唔多啦個比率，可能8女就對2男咁樣啦嚇。咁、啊、然後我哋發現咧，好啦，所以我非常之贊成咧，女士追男士嘅。如果你見到有啱嘅男人嘅話，你覺得人啱嘅人才，即係嗰個性格唔錯喎咁樣，各樣都唔錯咁樣，就去啦，唔好諗咁多啦咁樣。咁啊，兩位男士或者我哋現場嘉賓點睇呢？因为咧，而家系女士嘅比例多过男士咁多啦。如果男士咧都揾唔到女朋友咧，就自己要检讨下啦。哇，好大嚿石头！我唔系讲呢样嘢，我个问题系，你觉得女士追男士，你可唔可以接受？因为传统嚟讲，我哋觉得女人追男人系唔 OK 嘅，但系亦都有个中国嘅古语系咁讲嘅：男追女系隔重山，女追男系隔重沙。咁樣，咁大家點睇呢？我接受㗎，我接受女性追男性㗎、嗯。你會俾兩追過先？有嘅。小學一年班嗰陣。係有嘅。小肥通，我鍾意你呀、啊、咁樣係咪？係啦，呢個話題。我有啲唔講得。我覺得咧，女人咧，你表示下好感係可以，如果太過分咧，就係、是、好似冇咗個嘅女仔嘅矜持，或者有啲男仔未必鍾意。嗯。就俾多啲暗示個男士，咁、啊、就接受到啊，咁就可以接受到。如果過分咧，就我覺得自己都女，身為女人都唔接受。哦，即係唔係追，係俾多啲暗示佢。啊，可以咁講。啊，我又覺得咧，其實現世代真係改變好多。如果唔係，點會有暖男出現咧？其實暖男出現已經代表咗嗰啲男士有時都係要。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大男人揸晒主意，反而是远一点。其实远一点代表什么？喂，女士你做一些主动啊， 你是 OK 的，你给一些暗示我啊，或者 take action 啊。那个远男，但原传统的方向呢一直都是男追女的嘛，是不是？男人以追到一个吓、啊、不是自己班级数的追超班追到个靓女做女朋友为荣的嘛、啊、那如果女性追到上门的话，男士会觉得哇这个女人都是黐黐地啊，或者係話你咁渴㗎咁樣，你咁樣去剝削咗我哋男士嘅呢、這個獵食嘅功能嘅喎，咁樣嘅本能喎，咁樣會唔會有咁諗法咧？其實暖男就係已經降咗呢啲級數啦，即係佢已經唔係咁強悍啦，即係比較去翻柔和啲嘢。我諗唔係降級嘅，係 open 啫，開放少少啫。即係你唔能夠話降級嚟降級嚟形容自己㗎嘛？唔係講咁樣，開放嘅。暖男比傳統男人更加開放，願意接受俾女士追逐咁樣。我都欣賞女性係好細緻啊！佢追得你嘅話，即係證明我有吸引力，吸引到佢啦。亦都可能啲優點我自己睇唔到，而佢睇到啦。咁我覺得都係會攞分嘅。絕對是，我覺得是絕對接受到。同埋而家我覺得我即係唔敢講所有男性啦，但我覺得越嚟越係唔係一件事咯，唔係好似以前咁係女追男，話喺你即係點形容？如果係我自己身為女性咧，我覺得咧，一個男士咧好辛苦咁去追一個女性翻嚟咧，如果俾佢追到咧，咁佢會更加珍惜多啲咯。如果女仔追佢咧，咁佢可能未必咁珍惜嘅，或者佢見到第二個佢自己中意嘅咧，咁佢啲眼就走去咗第二度。你意思係男性唔珍惜呢段感情，係唔珍惜個？冇咁珍惜嘅，而家佢好辛苦追翻嚟，佢會珍惜多啲。哦，咁樣即係話，可能而家現在嘅女性，可能追男仔之後，可能會安排更多嘅嘢，你會更加要珍惜咯。我在我身边所有我觉得即是我比较我的朋友之中，如果是那个男士很辛苦地追那个女士，追到那个女士呢，他会珍惜多一点。
如果是那個女仔去追個男仔回來呢，未必咁珍惜，婚姻未必咁長久，我自己覺得。珍惜我覺得是共同一起共同生活啊，共同去接受一樣嘢嘅時候呢，反而會產生更多嘅珍惜。你話係咪可以長啲嘅話，係咪去到維繫呢？唔係追求，追求係我覺得男追女，女追男可以接受。同埋係最初呢個階段咋嘛，點樣令到大家變成對方嘅譬如男女朋友嗰個 step。如果你話女追男是很難的，不應該的，那就減少了這個機會發生。既然你心儀的男仔，你肯主動一做。我有另類睇法，我自己見到我身邊的朋友很多是女追男，是追了之後的婚姻是成功很多的。是的，是的，我覺得是的。因為為什麼呢？第一，各位女士你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年紀過了30、okay?咁你個男，特別係去到40，或者好似我哋咁樣已經過五噶啦 ，OK？ 呢個男人見到你仲敢追嘅機會好少嘅，點解呢？嗱，各位兩位都係男士 ，OK？ 點解會男人唔敢追呢？就係佢會驚，如果譬如你，譬如個男士係25歲，個女仔22歲，咪追咯，追出嚟唔啱嘅話，咁咪你大把青春，你俾人再約過啊嘛。喂，但一個女人，譬如45歲咁樣 ，OK， 可能未結過婚嘅 ，OK， 咁啊男士係中意佢，都會可能考慮多少少就係、是，咦，冇喎，如果萬一大家行唔成嘅話，第一可能如果係寫字樓式嘅，可能會影響個工作表現啦，俾老闆鬧啦，或者你會累到對方，佢陣間佢更加嚇、起唔到身，咁咪擺，即係更加喺嗰段感情嗰度，所以女士主動咧係好嘅。咁第二樣嘢係咩呢？當女士咧，佢好辛苦去，或者佢用方法去追翻嚟嘅個老公，係自己追翻嚟 ，OK？ 咁調翻轉，女人會珍惜啲嘅，啱啊！而家通常離婚咧，唔係男人提出嘅，今時今日離婚係多數女人提出嘅。我都覺得係咁型嘅你個，好型啊！點解咧？因為男人如果對嗰婚姻喺個婚姻邊好唔開心。男人有很多地方可以逃避，男人可以即我加班咯，我做嘢啊，我同其他男人去兑啤酒啊，兑酒啊，去打波啊，咁我夜晚翻嚟我上床咪黑又掰咁咪瞓咯，系咪先？咁你即婚姻系咁啊，但系女人唔系，如果女人觉得个老公系唔中意或者唔满意嘅话，系点都要走嘅，即女人会系睇见你系真啊，或者系即嗰种唔满意咧，系令到我哋会走嘅。所以我幾贊成兩樣嘢，就係我而家可能我信呢樣嘢，所以我見到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咁樣，就係咩咧？第一，女追男；第二，調翻轉，女人大過男人啲，大過啲或者大10年，甚至乎15年、14年，我都見過。點解呢？又有得解嘅。男人係冇女人咁成熟噶嘛嘅思想，同埋女人對男人有呢個厚望啊。譬如話，如果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大我10年8年，我會期望。佢遇到某件事，佢可以引領我啦，佢可以化解所有嘅紛爭，佢為我去開山劈石 ，OK？ 佢搞掂曬所有嘢，然後我係唔使煩嘅，同埋佢講嘢會經大腦啦，佢講嘢會得體啦，佢係出得廚房入得廳堂啦，係咪？但係當我哋發現我哋嗰個大過我哋嘅老公10年8年20年好，原來係同一個普通男仔一樣啦，佢解決唔到我嘅問題啦，佢唔可以搞掂餐飯啦，佢唔可以俾到家用我啦嘅時候，係會極度失望。但系调翻转啦，如果我嫁个男人，佢系细我5年、10年，甚至乎12年，佢做错嘢，我会觉得点啊？包容性大，佢细啊嘛，系咁啦。系啊，佢唔够钱攞家用翻嚟，咁我觉得点啊？女人系有母性，佢细啊嘛，佢仲未识搵钱啊，系咁噶啦。或者佢做错事 ，OK， 喺出面受引诱咁点啊？唉，佢细啊嘛，佢经唔起引诱。我哋女人就会做好多 skills， 好多好多呢啲出嚟啊。所以我是很贊成，即第一今時今日你找個好老公真的不簡單，即大家不要再想要找個很有錢、高富帥、okay? 最重要就是對方喜歡你，大家可以夾到嘴型聊到偈，大家的人生的目標的價值觀差不多就禮了，不要再想那麼多東西，所以相處都是很重要，大家夾不夾都很重要。所以呢一部分呢，就我同 Irene 有好多嘢讲啦，因为我哋负责呢、這个女追男被吸咁样，被吸咁样嘅。咁我哋手头上呢有好多资料好有趣嘅咁样。咁我就话说呢，真人真事呢，我识个朋友，佢自己本身呢就38岁一个女士，咁就结过2次婚。
咁啊結咗第一次婚就生咗個仔，咁啊跟住咧個老公就走鬼咗，就剩翻佢兩母子，咁啊好慘啦，係咪？咁啊跟住咧又幾經辛苦咧，又再識佢跟住嗰個丈夫，咁又同第二任丈夫咧就生咗第二個仔，咁啊跟住嗱兩兄弟唔同姓噶咯喎，已經係咪？咁啊點知咧第二任丈夫咧又拋棄佢兩個，咁啊跟住咧就呢個女人咧去到38歲咧就帶住兩個仔，咁就。成日就係為咗生活啦，周居勞動啦，跟住唔諗咁多啦咁樣。但有一日佢突然間諗啊，佢諗：咦，其實我都唔係咁差啫，我都係38啫。咁我係咪要呢個獨守空圍到嚇，即係老去咁樣咧？咁樣。然後跟住佢諗：咁唔緊要，我都要出去玩一下㗎，我都有娛樂啊，都要識啲朋友啦。咁啊有一晚，佢就去咗啲吧、啲 pub 嗰度玩嘅，純粹係真係同朋友去猜下骰盅啊，飲下啤酒啊，傾下偈啫咁樣。咁啊，成日都去嗰啲地方噶啦，就識翻嗰班朋友咁樣。咁有一日咧，就見到佢個一個男士，個男士都23歲嘅啫。哇！小鮮肉，小鮮肉一塊咁樣。係啦，嗱佢38啦嚇，嗰位男士係健身教練嚟嘅，都好有型喎。係咪大家即刻諗到好多好美麗嘅性聯想咧？啊，唔係，係美麗性嘅聯想咁樣。咁於是乎咧，這個女士就唔知點解咧，就同佢攤著咗喎。電光火石之間，咁就行埋去同佢講，就傾偈啦。咁呢位男士就啱啱起身想走嘅，即係可能傾完偈、飲完啤酒、玩完骰盅咁樣。咁跟住咧，佢就話：啊，你好啊咁樣。咁啊，當時咧，據講呢位男士嘅心就諗啦：咦，阿嬸，你揾我做咩咧？阿蟬，阿蟬咁樣。咁啊，同你有咩好傾咧？因為好明顯大家爭15歲啦，係咪？咁跟住咧，呢位女士就同佢講啦，佢話：誒，你咁快走嘅，唔好走住啦，啱先到，坐多陣啦咁樣。咁跟住呢個後生仔就諗：阿蟬你想點啊？我同你冇嘢講嘅喎，爭成咁多個代，係咪先？係啊，3年一代溝嘅話，嗰度講緊5年喎，五個代溝喎，三個代溝，五個代溝啦，3×15啊嘛。咁於是乎咧，佢就啊，你個男仔就誒，唔好阻住我走啦咁樣，我走啦咁樣。咁個女仔就話：啊，你留低個電話俾我啦，得閒揾你啦咁樣。咁佢就覺得誒冇所謂啦，你阿嬸咁樣，你同我你都唔會有啲咩，即係你唔係賣保險，唔係成就得咯，都冇乜嘢嘅咁樣，俾個電話佢。好啦，咁過咗一兩晚之後咧，呢、這個女士就打翻俾佢啦。佢就喂阿 Peter 咁樣，你係 Peter 阿 Mary 啊咁樣。佢話喺咩事咁樣？喂，我喺你屋企附近喎，出嚟飲嘢咁樣。咁呢個男士就覺得阿嬸你唔係啊嘛，你揾我飲嘢，我同你有咩傾咧？年紀爭咁遠咁樣，跟住就唔知點解講下講下咧，佢就 OK 喎。啊好啊好啊，飲咪飲啦咁樣。於是乎咧，呢位女士咧就即刻由屋企搭的士去屋企。即是说其实他不是在家附近的。飞车。是啦就飞回来了。所以大家醒一点点就是不要想着说、啊、你在人家家附近你才说家附近。你说、哎、我现在在家附近这样、啊、出来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那对方 OK 的你咪先搭的士是不是那于是乎呢就大家出来喝东西了。那么当故事是一路开始啦。那么结果是怎样呢就结婚的。结婚的。那么结婚之后呢他们再生多个就生了个女。咁然後咧，佢哋兩個係冤，係呢個咧係煙韌到咧係難以想象嘅。嗰、那個男嘅咧係中意到個老婆中意到死，然後跟住咧佢就係咧搏命做嘢，係養佢哋三，養佢哋四個，養老婆、兩個仔同埋個女，仲要係咧每一日咧，佢都同老婆講係，真多謝你，你生咗個女俾我，真係好開心啊！有個女，好開心，好開心，同埋佢又好錫佢兩個仔。咁佢話咧，佢據講就係佢個老呢、这個女人咧。是中呢個老公中中之咁中啊！中到個老公話：我要中你。個男人話：我要中你，中壞你。我要中壞你，中到個地步咧，冇男人頂得你順，你淨係可以愛我一個。好幸福㗎個女人。呢、這個台詞好，比得上周星馳嗰只。咁所以咧，我本來相聚一刻咧，想請佢上嚟接受訪問咧，仲未有機會識到佢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呢有時候我聽到啲女士講啦嚇，你想要一個點樣嘅伴啊咁樣，年紀大過我嘅啦，經濟好過我嘅啦，讀書多過我嘅啦，高過我嘅啦咁樣。我話我嘅年紀好過年紀大過你啦，高過你啦，讀書多過你啦，錢多過你啦，事業高過你嘅話，點解要揀你啊？出面咁多靚女，咁多後生嘅都冇男朋友，點解要揀你咧？有時候我聽另外一個女人講啊，我有另外一個例子。等阿 Irene 講下佢個例子先 ，OK？ 呢、這個女士佢講嗰樣嘢，佢點解佢嗰個細佢
14年的男朋友死心塌地在他身邊呢？咁我哋陣會再講。咁而家嚟交俾 Irene， 你講你嗰個 case， 你記得你之前講嗰個 case 啊？係嗰個有錢仔。哦，因為我識得有個朋友咧，咁咧佢就係、是、好靚仔嘅。我見過佢咧結婚嗰時候，我見過佢請我去飲啊，好靚仔，又好高學歷啦，咁。佢認識得我個朋友咧，我朋友已經係都四十到問噶啦，都差唔多個女都個女都要差唔多廿歲啦。咁咧佢身體都好差嘅，一直都係身體有問題。建議身體即係年紀大結過婚生過啦，仲、要身體健康。係啊，咁咧嗰個男士咧就對佢好好，一直追咗佢好多年。咁咧前幾年就結咗婚，就請佢去飲。咁我係好感動。咁我相信咧，嗰啲可能就叫做緣分啦。如果正常人咧，就未必咁樣接受咯。即係呢啲真係真愛嘅，即係我都見到呢、這個，我好感動。好似有女人嘅細佬講啲嘢。哎呀，佢話佢姐夫可能冇戴眼鏡。係啊，所以真係，哎，佢係好經典嘅佢哋嘅愛情故事，我覺得係啊，好感動。好啦，咁啊，另外我就講咧，另外一個朋友啦。咁啊，有一日咧，我係去識一個朋友啦，唔知。咁呢位女士咧就64歲結咗婚啦，生咗小朋友啦，小朋友大曬，但佢以前係教大學噶，佢係大學教授，定大學教授定係中學咧，總之係都學歷都高嘅。OK， 咁跟住咧，佢就64歲，都係64歲啦，係咪？都係阿婆一個啦，唔知阿嬸噶啦，阿婆啦，直頭係。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講話啊，講開男女嘅嘢，佢話啊，李小姐，你個男朋友細你幾多咁我佢細我8年，所以我唔接受到咁樣。佢話8年都問題咩？我話係問題咁樣。咁我個男朋友細我14年啊咁樣。我14年，咁咪64歲同50歲嘅分別？60歲嘅女人真係阿婆噶啦嘛，你咩都氹氹地啦，係咪先？但係50歲嘅男人咪就師傅咁樣啦，係咪？仲可以溝個38啊，溝個嚇，溝個28都得嘅喎。是不是18都得添，咁咪得嘅，系啦，介意人哋话似你个女咪得咯，系咪？但系你我话点解可以？我唔信啊！初初我以为佢讲大话，我心吓唔系嘛？佢话你唔信啊？佢睇得出我个样唔信，佢于是俾佢个相我睇，果然佢个男朋友系真系50歲到嘅啫，仲要系靓仔嘅。咁跟住我话点解会咁？佢话有时喺埋一齐嘅嘢唔一定系吓、要靠靓女啊，靠后生嘅咁样。哦，咁你點樣維繫咁樣？秘技有嗱，第一佢咁嘅年紀，性經驗一定好豐富，啱啊！但係你後生個女仔就呢樣我唔做，嗰樣我唔做，呢個核突，你嗰個好作嘔咁樣，滿足唔到佢。佢就同我講，佢話我乜嘢我都得，我乜嘢我做到，我哋喺床上絕對令到佢好滿足。第二好就佢。你想到啦，呢個64歲女人同個50歲男人，你唔通你仲要我要買戒指，我要買公仔啊？唔會啦，咁佢就甚至乎佢，因為佢係有某種嘅技能咧，係可以引領到個男人嗰個事業。佢自己本身係做術數嘅 ，OK， 而且好準嗰陣，咁佢係可以引領到個男人嘅事業啦。咁你覺得個男人50歲，如果個師傅咁樣，你會想要乜？事業啊！唔係愛情都重要，但係事業咯。但你想象，如果一個男人50歲，佢同一個28歲嘅女人拍拖，或者同個38歲嘅女人拍拖，個女人會想要咩？結婚、生仔、鑽石、旅行、車，要個 title 啱啱啊？唔係一個64歲嘅女人，佢結過婚、離過婚，仔女大曬，所有啲樓供曬啦，佢對你有咩需要？相伴咯，陪伴咯，陪伴咁你想象佢係？我啱嗰日見佢就話：，我哋今晚又打邊爐啦，咁樣，即係兩個，我哋又撐咗腳啦，咁樣。所以個男人對佢對個男人只係付出，你只要陪佢，佢就開心啦。咁但係個女人因為佢個學養，佢嘅嗰個即係各樣嘅嘢都係好豐富，咁咪可以滋養到個男人。跟住佢講嘢仲正，佢話：，佢其實我男朋友都有分過手㗎。佢有段日子佢出面識個另外一個女人好後生，即係皮光肉滑。試過。咁佢話：OK 啦，你咪分手啦。點樣阻止你嘅啫，係咪先？係。然後試過同嗰啲後生嘅女人拍拖，跟住好快就死翻嚟佢嗰度啦。哇！咁大包嘅明星，好似林子祥咁。咁啊，佢個本啊嘛。大包明星啊，好大。咁你64歲，你係啊？你有冇？你仲要揀嘅啫？咁你做咩啊？你出面揾第二個女人，你唔好見我咁啊！
唔會咯，因為佢好成熟，佢好知一樣嘢就係、是、男人一定係貪後生噶啦。貪新鮮。佢話：佢就係佢係，我咪俾你走，你咪走咯。你到頭來你都係知我幾好。咁果然個男人嗰、那個男朋友去完之後，唉、啊、頂唔順啦。後生嗰啲又要呢樣又要呢樣又要嗰樣，又要旅行又要戒指又呢樣。佢、啊、話：你係咩都唔，即係佢咩都冇要求，佢只係愛你啫。嗯。咁你諗下係咪好好？所以人生每个阶段揀的嘢不同、嗯、我另外有一个朋友我其实认识很多朋友都是男女大男小的即是还要讲的是小十年啊十二年啊这样那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他的男那位男士呢潮州人来的靓仔潮州人很得意的他突然间出一些很靓仔的男仔的那跟着这个男仔属于靓仔的种 OK 还要是独子 OK 家企还要有钱阿媽就移民咗去，即系阿媽阿爸去咗美國嘅咁樣。咁佢就中意個女人。一個女人咧，如果要俾嘅話，那個男人可能係如果係零分就係八兩金，十分就係周潤發嘅話，咁佢都七分噶啦。哇！都幾靚仔噶啦，都靚仔，都六點五啊七咁樣啦。你個係咪潮州？對唔住，我唔係。新會啊嘛，你係咪？阿潘如，阿潘如 ，OK 好啦，咁但係個女士咧就係、是，如果係零分係余慕蓮。十分是李嘉欣的话他四分到了。三分五四分到了。那都 不算漂亮的了。都一定不漂亮的。不是大差的。不漂亮人一个咯、嗯好。于是乎但是很有趣的就是个女的大个男的很多年了八十几年的样子。但是偏偏两个就爱上了。两个爱上了怎么样呢就初初就拍拖了已经啲人在旁边讲就喂你不是嘛你又后生又靓仔屋企又有钱你使乜搵个咁嘅啫。同埋因為個年紀嘅問題，個女嘅好明顯就唔能夠同佢生小朋友，亦都唔能夠同佢哋接咩香燈嚇，繼後香燈，繼後香燈啦咁樣。咁你對於男方嚟講係好大件事嘅，因為人哋一粒仔啊嘛。特別係潮州人，特別潮州人，仲要有錢，仲要個仔靚仔。咁 anyway 咁啊，一直拍啦嚇。咁啊拍下咧，跟住咧嗰個男嘅咧就啲男人嘅男性朋友就同佢講。喂你不是啊嘛你咁好条件你找件咁样样嘅你咪傻咗你咪上咗路你咪做咩嘢咁样。咁呢个男士因为有好多即係朋辈嘅压力呢就唯有唉算啦唔好拍啦就同呢个女士分手。咁分咗手之后呢咁、那个女人都明白我都明嘅我年纪大过你咁多同埋係个样子又即係咁样啦咁样。唔紧要啦就大家做返朋友啦咁样。然后日子耐咗之后呢、这个男人就好痛苦。他觉得离开了这个女人真的觉得很痛苦那跟着他就想了其实我跟这个女人一起我的朋友会我离开这个女人我的朋友可不可以给到这种快乐给我呢、嗯、即是我的朋友可不可以给我快乐呢是不可以的、嗯、而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关我的朋友什么事呢又关他没事的那于是乎怎样呢他考虑了大餐之后我为什么要 care 我的朋友怎么想呢我的朋友不会睡系啦，我啲朋友又唔会同我瞓嘅，系咪？你朋友同你瞓，你都唔想，系咪？咁于是乎咧，就决定都系同翻呢个女人一齐。咁啊，结果喺埋一齐啦。咁日子过咗段之后咧，就决定我哋都系结婚啦，俾个 title 佢，俾个名衔佢，即系俾个名分佢咁啦。咁于是咧打电话咧俾佢嗰个外国嘅妈妈，喺移民嘅妈妈，就打俾佢妈，阿妈，我系阿 Peter 咁样。嗱 ，by the way 咧，所有聽眾咧，你講嘅所有男人都叫 Peter， 所有女人都叫 Mary 嘅，以防大家有太多嘅想像 ，OK？ 咁咧，跟住打俾阿媽，阿媽，我要結婚啦。跟住阿媽喺對面，即喺美國個電話暈低咗。即係同 Mary 結婚，接受結咗，收尾結咗之後都係好好嘅，都係好唔錯，好十。我再上一次見佢已經係結咗婚後十幾年啦。咁、嗯、我都問佢，我話喂，其實咧你嫁個老公咁細咧，有啲咩嘢係唔 work 嘅咧？佢話其實大部分嘢都冇乜嘢嘅，即係當你個老公咁細嘅時候，你真係唔好諗住佢可以俾到好多嘅安慰啊，俾到好多嘅 advice 啊，有啲咩忠告俾你咯。佢真係一個細你十幾年嘅人咯。咁佢但係冇辦法㗎啦，你嫁得呢個人就食得鹹魚抵得渴，你預咗每一段婚姻都係有佢嘅即係 shortcoming， 即係有佢個短處咁樣咯。咁但係都係相處得係好好。我覺得咧，婚姻咧係女性愛男性多啲咧，我以為係長啲。因為女性，因為女性係奄尖好多噶嘛。我覺得咧，如果男人咧錫個女，中意個女人多啲咧，咁個女人幸福多啲。
我覺得我見嗰啲朋友都係咯。即係純粹喺自己嘅立場去講，就係對方愛自己多啲最好啦。係啦，可能大家都做得好好多㗎啦。以前有個講法係咁樣嘅，就係、是、咧，我識得有個髮型師好有趣。咁個髮型師就問呢個問題、就是，就係佢話男女嘅相處咧，到底係應該男人愛女人多啲好咧，定係女人愛男人多啲好咧？大家點睇？如果女人立場，梗係男人嗱，對方錫自己多啲好啲啦。如果女人立場，咁我男人立場即係女人愛，係啦，保護人啊嘛，男士。我女人多啲，由自私出發，不過係。咁好啦，佢講個 point 係好唔同嘅，佢就話佢呢個人好有趣嘅呢、這個髮型師，佢研究咗好耐，佢話其實都係佢研究好耐都係佢嘅睇法啫，佢唔係神啦、啊、嚇。佢話始終係要男人中意女人多啲好嘅，佢點解咧？佢男人同女人構造唔同嘅，男人好多時咧係一見鍾情，即係話你見到個女人，你即刻踏著咗，哎哇佢好正，例如係咁樣 OK。然後跟住咧，佢男人同女人唔同嘅就係、是、男人好少係日久生情，即係如果譬如你話係萬分咬一家啦，或者係你遇著一個女人係初初唔中意嘅，但係總之唔知一個唔覺意搞大咗人個肚，一個唔覺意阿爸阿媽要你結婚，咁你結咗，但你好少會因為啊呢、这個人對我好好、啊、喎，呢、这個女人係我要報佢嘅恩，或者係我因為感動而愛翻佢轉頭。是很少的，因為男人愛女人是一個生理一個衝動來的，本能需要，不是啊，意思就是說容易分心的，很容易，男性是多了一樣的，是的，女人就不同了，女人是這樣的，譬如let's say大家萬分雅價，但我們說的東西是很 general 的，不是真理來的，譬如女人結婚可能初初就是唉，萬分雅價，嫁完咁咪死佬，都唔知係乜人啊！條牙罅又鬼咁大咁樣，只腳趾又好臭咁樣。咁但係咧，跟住你結咗婚諗點咧？瞓喺床度啦，係咪？咁然後跟住點咧？因為你瞓喺床度嘅話，你個兩個人嘅荷爾蒙咧係會令到你兩個人想搞嘢嘅。所以點解以前嘅婚姻不嬲婚姻係唔需要愛情嘅咧？就係、是、你只要即係話任何男人同任何女人，你擺喺床度除曬衫褲，你就會個荷爾蒙溝埋，你就自然想上佢啦。我覺得看看對方是誰。現在是戀愛自由，因為你未試過嘛。我試過不要的。包夜初初就啊做咗啦咁样，跟住就啊有咗啦，跟住生个仔。女人系会日久生情嘅，女人会初初系唔得呢条友，咁啊条件样又衰咁样。但系女人系日子耐咗，你会同嗰一齐，仲要喺一齐瞓，仲同佢生埋细路，你会越嚟越中意个男人嘅。除非个男人真系好贱，即系佢对你好差，对个女人好差啦，打又打又饮酒啊，即系嗰啲就冇得讲啦。如果唔系嘅话，女人系会日久生情。但男人是不會的，那你各位兩位暖男你怎麼看呢？你說的是以前的男人，現在我覺得是會日久生情，因為都市的女性都不會太都挺容易入眼的。我覺得相對性是的，我同意 Esther 說的，男性是沒那麼日久生情啊、所以我哋嘅分别喺度啦，系啊，系真系非常好噶，即系话唔同嘅男人、唔同嘅女人有唔同睇法嘅。我同阿 Irene 有好多嘢唔同睇法嘅，阿师傅同埋阿 Tony 又好唔同睇法嘅。咁啊，话时话咧，眨下眼咧，第二节咧时间又到啦，我哋又休息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再倾多。OK， 拜拜，见。好啦，
我哋嚟到第三節啦，大家好啊，咁樣。大家好。其實我哋咧講咗兩個，講咗一個鐘頭啦，係咪？眨下眼都。咁我哋發現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其實講到尾都係講姻緣，講緣分。最容易，同唔同意？我認同，我都相信。係啦，咁即係話嘥鬼氣啦！即係我哋上邊講咁多呢、這個咁多技巧啊，又話要有幽默感啊，陣又話送嘢，陣又話唔好送嘢啊，陣又黑人憎，又唔好黑人憎咁樣，即係其實都係齋噏啦，係咪？咁好啦，有冇啲嘢係實質啲嘅咧？即係我有一把年紀啦，咁我又想中個貴夫，我又想嫁個好老公，或者阿師傅又想揾個好老婆咁樣，咁點搞咧？當然有啦，我哋四個都有個共通點嘅。我哋认识都喺笪地方认识嘅，都系从读书会吓，叶卷发质咁样。咁我哋个埋尾咧，点样埋咧？就系、是、命里无咩？命里有时就终须有啦。命里无时系咪莫强求咧？可以做种子嘅，就唔系嘅。我哋有个新嘅演绎嘅，就系、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种种子咁样。命里有时终须有，其实都系以前种嘅种子啫。所以都是種種子。咁其實咧，我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開兩個鐘頭會啦。咁咧，阿熊貓爸爸咧就話：，啊，熊貓爸爸，其實咧，你男誒呢個男追女咧，你對於你嚟講有冇意義咧？有冇需要咧？咁啊，熊貓爸爸就話：唔使啦，對我嚟講係冇用嘅，因為我已經上咗岸啦咁樣。而家俾多次機會你答呢個問題。啊，原來咧我誤會咗，原來係追求咧去到維繫都係需要嘅。咁啊！而家每一次，我每個月都會諗啲新意思，點樣可以更加親密，即係好似等於不停去追緊老婆咁樣咯。鬼你成功啊 ，Tony！ 熊貓爸爸，熊貓爸爸 Tony， 係啦，我係追緊熊貓太太。咁所以咧，其實一段好嘅關係咧，有啲人會好似譬如 Irene 啦，或者阿 Tony 啦咁樣，之前個種子種得好好嘅，咁啊，所以咧揀又揀啱人啦，又結咗婚之後又好好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啲時候咧，就係、是、你個恩愛嘅種子係會用完嘅，會用完嘅。咁所以我哋要不斷種啦。咁而家以下咧，我哋落嚟咧就有1、2、3、4、5、6、7、8、9、10、11、12、13，咦又去13點喎、啊？我哋上一集又13點，跟住13點喎、啊。And by the way， 大家唔知知咧，13係吉祥嘅，13係一個非常之老禮嘅一個咩㗎？嗱，如果你除開半個鐘頭嘅話咧，即係話有30分鐘，即係大概每一個 point 有2分鐘講啦，咁樣。好啦，我哋一人講啲啦。如果大家想中一個好嘅伴侶，咩叫好嘅伴侶呢？例如第一個 point 就係、是。我想大家都想是有個你的伴侶是跟你愛意濃濃、很温暖、很關懷咁樣嘅。咁如果閣下你而家係冇呢個咁嘅伴侶，或者你有一個伴侶，但係佢一啲都唔愛意濃濃，亦都唔温暖，亦都唔關懷你嘅話，咁點中呢？係啦，你可以通過去其他人表達感激啦、鼓勵啦，好簡單嘅就係感恩父母啦，或者一啲對你有恩嘅人啊、老師啊。甚至乎你想象下，如果冇农夫，你点会有饭食呢？冇一啲人帮你预备好你嘅生活，点会有咁好嘅生活呢？所以我可以感激感恩佢哋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中一个咧爱意浓浓啦、温暖关怀嘅丈夫或者太太或者男女朋友咧，你点样种呢个种子？点样可以开呢、這个开花结果呢？就系、是、你我哋自己要对其他人咧表达感恩啦、鼓励人啦、多谢自己父母啦，甚至乎生命入边嘅点点滴滴。我好中意有個朋友佢講過就係、是，其實我哋有碗飯咧喺個台面係好唔簡單。嗯，即係我哋食飯，你覺得誒、哎、有得食飯噶啦，一日三餐都會食飯啦，係咪？其實一碗飯呢個台面係咁簡單嘅。首先我飯係有農夫去耕種啦、嗯，你要撒種啦，跟住你要淋水啦，跟住要俾佢啲苗出嚟啦，然後跟住到佢熟，你好彩佢又成長嘅話。咁你要將佢即係去殼啊，去谷啦，跟住咧就要經過好漫長嘅手續啦，就係、是、要經過呢、這個磨翻佢啦，係啦，入袋啦，又真空啦，跟住入倉啦，跟住然後就再運去第二個國家啦。咁香港食嘅米離唔開就中國、泰國或者係澳洲呢、這個袋鼠嘟嘟咁樣，或者越南啦。然後跟住去個 supermarket， 咁當然唔好講，我哋仲要翻工啦。你唔翻工嘅話，邊有錢呢？咁你有翻工啦，賺錢啦，然後你先有錢去賺取嗰個去買個包米翻嚟，買一翻嚟咧，仲要洗米啦，要煮啦。所以其實有時我哋對於好多嘅奇蹟嘅嘢，例如有一碗飯喺我哋台面，我哋係唔感恩嘅。嗯，或者係我哋好大年紀，或者係以前你遇到你嘅另一半，
其實是講緊13亿人口，你遇到佢是很不簡單的。但我哋就會，咦，搞錯啊！佢個耳仔咁大噶，或者係佢個女朋友個胸都唔夠大嘅，佢嘅三點式都著唔起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想有一個咧，好愛意濃濃、温暖、關懷，都學阿熊貓爸爸講嘢先嘅話咧，我哋係需要種呢、這個，即係自己要有感恩嘅種子咁樣。讲得好，系啦，好啦，下一点边个讲？下一点咧，我要争住讲啦，我需要种呢个就系体贴有加嘅，体贴有加需要做啲种啲咩咧？就系、是、对遇见你每一个人都需要微笑啦，同工作沉闷嘅人交谈啦，搭电梯嘅人 say hi 啦，微笑啦。啊，有呢方面我有咗经验咧，我就同夜间嘅石 Q 屋企个石 Q 咧，好好倾嘅，好倾嘅程度咧就系、是。你反而係成日送翻啲生果啊、蕉啊、米啊、魚啊呢啲嘢俾我，體貼有加。咁我覺得呢個做得唔錯嘅呢、這個。咁好啦，咁啊非常之好咧。如果大家咧想喺呢個伴侶嗰度咧，將來伴侶或者而家伴侶咧，係中到呢個體貼有加呢一個特質嘅話咧，就要做咧 Tony 頭先講嘅嘢啦。咁仲要好有趣咧，就係其實喺香港咧，好多人都會話。哇！我要种呢个种子，跟住佢哋会话：，切！我冇男朋友，我都冇女朋友，我都未有，种乜鬼啫？咁样，咁呢个谂法系错嘅，因为要种种子嘅话，你唔系等嗰个人出现咗先种噶，系你系无时无刻喺你身边，用尽你嘅方法去种呢个种子。你睇一个人咧，佢好唔好嘅话咧，其实你唔系睇佢对老婆对仔女好唔好嘅，系佢对工人好唔好，佢对茶餐厅嗰个洗碗阿婶好唔好，佢呢啲先睇到个人系好唔好咯。好，下一點啦，下一點啦，我講啦，忠貞不二，都我哋想個伴侶係忠貞不二啊。咁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是、對其他人咧，我哋要遵守諾言同埋約定。嗱、啊，有一點特別要小心嘅，其實我哋遇到其他異性嘅時候咧，我哋要更加小心眼神啦，我哋嘅表情啦，我哋講嘢啦，我哋嘅動作啦，啊，唔好過咗火啊，小心自己裏邊真係要守住呢個好。忠貞嗰個心態，嗱，我哋講得清楚少少係點樣樣啊？即係我哋大家都會想你嘅老婆、老公、男女朋友係唔會劈腿啊，然後你知道你翻到屋企，佢永遠都係等緊你啊，佢愛嘅都係你，佢身邊冇第二個係咪？咁我哋點樣種呢種種子咧？就係、是、好似頭先阿 Lawrence 咁講啦，就係、是、咁，請你自己亦都小心啲咧，自己喺出邊嘅行為，你女士們會唔會係經常露舌線呢？或者你講嘢會唔會好多眉態咧？會唔會係齋眉弄眼啊？然後跟住好風騷啊，成日同人哋男同事啊，或者同自己人哋老公去調情啊，去 flirt 咁樣咧？咁或者啲眼神好曖昧啊，經常引起人哋誤會啊咁樣。甚至乎咧，其實我聽講咧，好多嘅婚外情咧，其實係由 WhatsApp 開始嘅。因為 WhatsApp 嘅世界咧係冇網管嘅，你可以講啲咩都得。然後跟住越講越過火，越講越過火就變咗婚外情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嘅老公、老婆或者男女朋友咧係呢個忠貞不二，只係愛你一個嘅話，咁你要種嘅種子就係你自己都小心你嘅言行舉止，唔好過火位啦。仲有承諾啊，承諾咧即係約咗人咧遲到，即係唔好遲到啦。講嘅嘢要做好啦，我覺得呢樣好重要。係啦，點解其實有冇人可以解釋一下點解忠貞不二係同準時？同埋呢個守承諾係有關咧，因為你希望對方對你忠貞不二，咁你對其他人嘅承諾都要履行你嘅諾言咯。咁咧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咧種子很小，果實很大。就係當你種一個種子，係你自己都講得出做唔到，簡單到就係唔可以準時啦。你答應了幫別人去找什麼資料沒找到啦，我最憎是什麼呢，就是那些人是喂 Esther 找人出來喝茶，我現在在哪裡，在新加坡，喂回來找你喝茶，但是他回來他不會找你的，然後跟著你就想、他回來喝茶但他還沒找我，就成日有一件事吊在這裡所以大家小心一點，就是不要亂說話，就是喂有空出來喝茶、或者是喂有空 call 你、啊、這樣，因為你說得出的話就請你做，說不出做不到的話就不要說了。好了，去到第四點了，就要樂意聆聽的了。那如果你想你的伴侶呢是、留心聽你講的嘢呢，同埋你講的嘢佢會即係跟住做呢，咁你就自己呢就關注一下其他人的需要啦。譬如你啲同事啊，你啲朋友啊，咁佢哋有嘢同你講或者同你要求呢，你就係要留心對方嘅身體語言啦，同埋係
你平時咧打坐啊，咁專注啲啊，同埋同啲朋友飲茶嘅都係幫手點下菜啊，就聽下別人講嘢個機會多啲，就唔好自己咁講曬。嗯，非常好啦，好啦。然後第五個種子啦，第五個種子就係可能我哋都會想我哋嘅老婆老公咧，靚仔靚女啦，身材高高大啦。女的就苗条啦，男的就吓大只啦，咁样点样可以中一个俊男美女的伴侣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第一好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不要嬲，就不要咁易发脾气。其实呢个咧都对自己的健康啊，或者个平安啊有帮助的。咁喺呢点去引申呢，就是你一定要好耐心啦。不要成日都好似逼住人去做一啲嘢，或者有甚至乎干扰到人哋嘅一啲决定啊咁嘅状况。点解唔好嬲会同呢个靓仔靓女有关呢？因为你一个人嬲咧，个就好猛整啊嘛，好猛整，个样度一定唔会靓噶啦。咁要保持心平气和咁样咧，同埋咧咁个人会系。包容性大啲咯，啱边讲得啱啊！其实嬲就一定唔靓啊，其实笑就靓啊，所以其实我哋呢度咧，应该我觉得再加强，我哋要成日对人笑。其实笑系个 key 嚟嘅，如果大家留意咧，其实好多人老咗咧，老咗难免甩牙啦，多皱纹啦，眼肚又大啦，眼又浮肿面，即系肯定系冇你十八廿二靓嘅，系咪？但系有咩嘢可以打破呢样嘢？系你咩时候都靓咧？笑容就系笑啦，笑容。就算是一个公阿婆，她没晒牙，她笑上来笑到牙一条线都是靓的，都是靓。一个 BB 又是没有牙，但是笑上来是靓，任何人笑都是靓的。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火烧功德林。有没有人可以解释这样东西，什么叫火烧功德林？做了多少，即平时我们种了很多种子，得到那些功德呢，如果一把火，即系自己发脾气，一把火咧，会烧咗成个森林，成个功德，成个森林咁多都会烧晒佢嘅。系啦，如果譬如你嗰日走去做义工啦，派米啦，或者你续捐好多钱啦，跟住你拧住面咧，有人咧一个唔小心个伙计将个咖啡倒落你件衫度，跟住你用粗口大闹呢个伙计 ，sorry， 你所有功德就付诸流水啦。所以好简单，大家唔好发脾气。我哋嘅修行咧，其中一步咧。我就对我嚟讲好大嘅修行嘅，唔好发脾气。仲有一句说话就补充一下，就话拳头不打笑脸。如果对方好嬲都好啊，如果你对住佢笑咧，佢就打唔落手啦。系啦，咁好啦，我哋去到第六点啦。第六点系乜嘢？机智聪明。我哋都会想中一个老婆老公或者男女朋友系机智聪明，你唔想同一个好猪兜。smart 啲啦，兜啦，速度好慢啦，十问九唔应啦，讲咩佢都冇反应人噶嘛，系咪？咁点样可以将你嘅将来伴侣或者现任嘅伴侣中到佢机智聪明呢？其实我哋可以分享下智慧啦。咁当然啦，喺佢哋愿意听之下啦。咁我哋读书其实就做好多呢啲噶啦。咁讲一啲有智慧嘅嘢啊，甚至种子原理。总之原理啦，甚至乎有啲你认为好好嘅经书啦，或者啲有智慧嘅书啦，可以送下俾人啦，甚至乎帮助翻一啲喺度分享、不断分享智慧嘅人，例如呢个金刚，我哋嘅当和尚遇上钻石呢个书嘅作者格西老师啦，我哋捐钱俾佢，其实都可以做到呢一点嘅。好啦，咁然后到咗第种子第七啦，就系能干干大事。我哋特别女士啦，我哋都会想咧，男士咧，即系自己嘅丈夫啦，或者男朋友咧，都系啲哇英明神武啊，做大事嘅人咁样样嘅。咁点样可以中呢一种嘅贵夫出嚟咧？自己咧遇到事情咧就会承担责任啦，同埋系接受到呢个任务之后，要确保要可以完成到啦，呢个系好重要咯。真系简单嚟讲，系讲得出做得到。系啦，有口齿，牙齿当金使。系啦，嗱呢啲事咧系由系唔系由大事开始嘅吓，由小事开始嘅吓，简单到咧，譬如你作为爸爸妈妈嘅 ，OK， 你话你收声啦，唔好喊啦，你唔好喊啦，爹哋俾粒糖你。你 make sure 你個袋有粒糖，你先好講。如果唔係佢喊完之後，真係問你攞糖，跟住嚇你冇㗎，原來你噏嘅咋。其實係最難係呢樣嘢，或者係你乖啦，你唔好喊啦，你唔好嘈啦，我帶你去海洋公園啦咁樣。
但其實你是講的啫，你永遠不會帶佢去香港醫院。咁呢啲就死硬啊！咁當我哋咧男人做唔到，女人做唔到嘅時候，你會發現你個對方即係你老婆、老公或者男女朋友，點解咁廢柴嘅咧？點解講乜都做唔到嘅咧？咁原來個種子就係我哋自己種咗出嚟。好啦，第八點，富有靈性。咁我哋都會想我哋嘅伴侶咧係 spiritual 咁樣嘅。咁啊，點樣可以種一個 spiritual 嘅伴侶咧？咁咧，我哋要放開自己隻眼，發現周圍嘅人同埋世界都充滿好奇妙之處，睇佢哋嘅優點。咁咧就富有靈性呢一 part 啦。實際上係，我相信就係、是、其實。世事萬物咧，每一個小事，頭先阿 Esther 講一個例子，譬如米咁，一個米嘅形成其實真係唔簡單。或者我哋行到出街，見到咦有公園啊，有凳啊，其實已經前人做咗好多好多嘅嘢，令到呢件事發生，其實係一個好奇妙、好奇蹟嘅嘢嚟。或者我哋喺大自然度可以睇到好多嘢，譬如你睇下一條蟲仔，佢點樣即係孵化出嚟，佢又躝躝下，跟住佢有一日會變蝴蝶，或者變一隻鵝。或者你去欣賞一朵花，或者係欣賞海入邊有個貝殼。或者欣賞一個 BB， 即係呢度大家除咗 Irene 同我冇小朋友啦，咁阿熊貓爸爸同埋阿師傅都有仔女啦，係咪？可能都會係當你抱咗個 BB 嘅時候，你慢慢研究佢啲手指仔、佢啲腳趾仔，同埋嗰啲血管點樣行，同埋佢點解會喊、點解會笑，其實係充滿好多奇蹟，生命本身就係個奇蹟咯。絕對係。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種一個好富有靈性嘅伴侶嘅話，請你自己亦都將你嘅靈性提高。不是一定是说一日打十个钟头坐跟着吃晒素吃果吃生吃气吃光这样。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欣赏生命里面美好的事情呢？他有沙滩，他有包外。或者在一些丑恶的事情上面看到他的亮点。定係喺有啲人好得意噶嘛？有啲人係喺啲好美好嘅事情入面都係睇到啲惡點，睇到啲黑點咁樣噶嘛。好，下一點啦。好啦，下一點咧係性情咧，希望會係正知正面，好有陽光性嘅。咁咧，好，繼續啦。你對住個麥講啊，大佬。係，即係話其實就想係正面正。知啲啦，有陽光性啲啦，咁當一個伴侶係咁就會更加好啦。咁要做嘅嘢咧就係、是、我哋都要令到人哋輕鬆啲啦，高興啲啦，我哋係鼓勵人、激勵人啦， yeah！ 即係正面啲、正面思維。咁好啦，嗱呢一點咧講話容易簡單啊，就做上嚟係非常之唔簡單嘅。嗱，例如係咩咧？我哋都會想我哋嘅伴侶咧係即係好正氣啊，好正思維啊，樣樣都正咁樣啦。Okay？但是好了，我們就要問下自己了，我們有沒有什麼引頭呢？有沒有黑人憎的東西呢？例如是有一些很小的東西可以很黑人憎的，譬如 我自己很喜歡撕那些bubble紙，是的，是我看到那些東西忍不住就撲續在那裡撕，或者是呢有些引是 很奇怪，譬如我有鋪電視引，自從個電視換了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我經常有鋪電視引。如果當你有某啲癮嘅時候，或者係你有啲好奇怪嘅嘢，一啲好小動作，例如係你中意整，有啲人好中意整個頸劈卡咁樣，或者個手指噼啪啦咁樣整個手指，呢啲咁嘅癮頭都係會令到其實你製造出嚟嗰、那個，可能你話啊，咁我整條頸關你鬼事咩？或者我幫我拍手指關你咩事啫？但係呢一種嘅癮係會導致到個關係或者對方你個伴侶咧，佢亦都有啲奇怪嘢出現嘅。哦。可能嚴重的就會去到係睇鹹網啦，即係喺街度及靚女啦，咁樣啦，或者係個人係有啲奇怪嘢，中意食煙啦，有呢個嫖賭飲蕩吹嘅習慣啦，或者係好放肆咁食嘢啦，即係會有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咦問一下自己，咦我有冇啲好負面嘅種子種出嚟咧？咁樣而係令到。爸媽會擔心啦，令到周圍啲人係覺得你好奇怪啦咁樣。所以係從自己開始嘅。一定，所有我哋想種嘅嘢都係從自己開始嘅。好啦，去到十啦。有好習慣。好個習慣梗係重要啦。要檢視一下平時自己咧，有會唔會係有啲唔好嘅嘢影響到身邊嘅人咧？咁如果有咧，就要戒掉啦。啊！即系我哋头先讲嗰样嘢，系咯，都系一样，系啦，
咁樣。唔好嘅嘢當然要戒咗佢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千祈唔好批評我哋嘅伴侶或者我哋嘅屋企人就係、是，哇佢真係好衰格咯，用完啲咩嘢條毛巾總係擺呢度啊，或者係食完飯總係唔洗碗。其實每一樣唔好嘅嘢發生咧，我哋都可以問下我哋自己，咦？點解我咁上心呢？我又有冇做一啲嘢出嚟，係令到我中咗呢個種子？有啲咩壞習慣中咗呢個種子呢？然後就將個壞習慣減咗佢，或者即係改咗佢。因為都係自己種出嚟嘅。係啦，係啦。去到第十一個 point 啦。增加親密度，增加親密度，種嘅種子咧就係多啲同人溝通啦、分享啦、着他人啦，呢個好重。好重要，其實當然我哋有伴侶，梗係想好親密啦。咁但係我哋平時同人溝通，有冇注重我哋係咪真係溝通得好咧？係咪真係真心溝通咧？咁又樂唔樂意去分享一下一啲嘢咧？因為城市人比較酷啲，其實所以令到種嘅種子出嚟，可能令到關係咧真係冇咁好。甚至乎我哋做得更加好嘅就係撮合下人哋，可能係合作啦，可能甚至係一個關係。我哋肯咁做咧，個種子應該種出嚟咧。都令到親密度增加嘅。咁仲有啲簡單嘅事，例如係同人哋慶祝生日啦。咁我以前就唔中意同人慶祝生日嘅。咁、然後我發現啊，唔係喎，原來同人哋慶祝生日啦，同人哋贈慶啦、或者去人哋公司嘅 opening party 咧，原來都係可以增加到自己同伴侶嘅親密度嘅喎、即係好簡單嚟講，你個人都冇咁 cool 啦，你個人咁 cool 嘅話，你個伴侶咪 cool 咯。咁樣贈慶啊，除喜啦。係啦，係啦。仲要多啲人溝通啦。好似咁啊！我口才唔好咧，我都要学下沟通。都越嚟越好嘞喎，已经咁样个亲密度咪越嚟越好咯。你啲亲密度又好好嘅咯。其实切合他人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有时包括系工作上啊，或者关系上啊，咁一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绝对系引啊一个牵引嘅作用。所以未，我觉得由种种子去达成自己要啲嘢，就自己有得增进喎。哇，好多益处。好，下一个啦，就系有承担力。咁啊，冇乜人吓唔想话个伴侣系有承担力嘅，即系冇人想揾个乌龟嘅伴侣就讲咩都，诶唔关我事啊，即系俾佢打烂嘅，诶我唔知啊咁样，喂仲未搞掂啊张账单，诶我唔识咁样，冇人会想咁咯。咁点样可以中一个有承担力嘅伴侣咧？就系咧，就系凡事我哋都亲力亲为啊，就要自己去主动去做。咁但系咧，其实种种子咧就系好得意嘅，就系我哋做啲小事着点起，都可以令到个成果出现嘅。所以可能系一啲小事就系、是，点菜，不如我帮你大家点啦，或者我帮你攞杯水啦，啊，喺一啲好简单嘅嘢里边做到亲力亲为呢样嘢。例如系乜嘢咧？咁譬如话后生啊点菜啦，或者系咧嗱，再系让对方先。咩叫让对方先咧？就我哋香港人咧系好中意咧。第一嘅，總之入呢個入第一啦，地鐵咧入車入第一啦。咁其實我哋可以做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讓對方先。譬如有人要趕 lift， 咁你發現啊，俾你先啦。或者你去買呢個菠蘿包，咁你又想買個菠蘿油，咁你點知你後邊嗰人話：哎呀，我都想買，最後一個俾你買咗添咁樣。咁你就啊，你想買啊，不如我讓俾你啦。我成捨得嘅咁樣。咁呢啲係會種下好多嘅福德，而係令到自己會成為一個有承擔力嘅人，咁亦都會種到一個有承擔力嘅伴侶嘅。咁樣仲有搭的士咧，讓人咧，我覺得都係係絕對係有承擔力。讓位啦，讓座啊，係讓座啦，讓路啦，讓座啦，幫手開門添，幫手開門啦，撳住呢門啦，即係越諗越多，但係鐘埋時間嘅喎嗰樣嘢。好多好處喎、啊，係啦係啦，咁樣啦，好啦，去到最後一點第十三點啦，哇，這個堅挺喎，就係、是、強大嘅賺錢能力，慷慨大方對自己，嗱呢兩樣加埋好正嘅，點解咧？因為你個伴侶佢可以好有錢，我哋香港有好多名流紳士都好有錢，但係你嫁俾佢嘅話，唔代表佢俾一毫子你使咯。即係我聽過有樣嘢咁樣就係、是、話，你有個老公佢有幾億身家，但係佢一毫子唔益你。同埋另一個人就係佢賺一萬，佢俾萬五蚊你使，咁你覺得邊種老公係好老公呢？我哋以前真係識啲朋友啦，係啦，佢自己去賣假嘅冒牌手袋，然後賺咗錢咧就俾個女朋友去買真嘅手袋。哇！呢、這個故事好啟發性，好感人。啊，係啊，即係呢、這個你唔好話啲男人好衰，即係呢個世界上都有好多男人係好好嘅。其實係有嘅。咁啊，好啦，點樣可以中呢、這個？
即係當然我哋都會想個伴侶係有錢啦，無論係女嘅會想個老公有錢，有時調翻轉嘅男嘅都會想個老婆揾到錢噶嘛，係咪？即係大家結咗婚係同一個人嚟噶嘛，咁啊都會想大家好嘅。咁點樣種呢個有錢嘅伴侶呢？一齊種呢個金錢種子啦，即係譬如係同一個慈善機構，我哋一齊去貢獻啊，支持呢個機構服務啦嚇，服務啦。咁最好一齊做嗰啲嘢係嘛？咁因為講緊關係嘛，喂，一齊做咖啡冥想啦，或者幫助一啲一對夫婦，佢哋有問題，咁可以幫佢做一個四步驟啦。好啦，嗱，我哋先講第一樣，呢度講咗三樣嘢啦。第一樣就係一齊種呢個金錢種子。佢支持同一個慈善機構係講緊咩咧？就係話好多時咧，我哋捐錢，可能老婆有老婆捐，老公有老公捐，然後捐咧就可能係自動轉帳。嗱，自動轉帳咧係咁多種捐錢嘅方法入邊係最差種嚟嘅，因為捐咗你又唔知道。捐了你又不覺得，幾時捐你又不好記得，所以最好的捐錢方法就是什麼呢？就是你和你的伴、你的配偶、你的伴侶一起揀一個機構去服侍，然後跟住呢就不單止捐錢，還要是出錢、出席又出力，然後他有些什麼需要，譬如我們業本組很多的，譬如話就係會出埋力去幫啲阿公阿婆去修理間屋嘅洗衣機啊、雪櫃啊、天花板啊咁樣，然後幫佢買埋電線啊、買埋螺絲啊，然後仲要係請即係同佢傾埋偈先走嘅，咁樣。咁但係呢樣嘢一定係兩公婆一齊做嘅。咁如果要捐錢嘅話咧，就直頭一齊拎嗰嚿錢上去個慈善機構，就同埋人哋個慈善機構嘅職員傾下偈，就啊，你哋最近有遇到啲咩困難啊？有啲咩 project 搞緊啊？然後去感受一下佢嗰個公司嗰個團體，去即係有啲咩嘢我可以 support 嘅咧？咁樣，咁呢個做法咧，就同我哋淨係捐錢咧係爭好遠。咁做完呢樣嘢之後咧，就做呢個咖啡冥想啦，一齊做喎。好啦，咖啡冥想係咩咧？邊個講？好，等我讲讲啦。咖啡冥想就系非一般嘅冥想嘅，咁其实反而系咧，同咖啡有冇关嘅咧？冇嘅，饮住咖啡一路可以系奶茶嘅，可以朱古力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是、有一个系一个好舒服嘅姿势啦，去谂一啲我哋做过一啲好嘢，系赞美下自己啊！我真系做得好咯，我真系俾钱嗰个乞衣，咁我谂，我觉得。令到佢咧，跟住就有餐好食啦，身體健康啦，以後唔使再出嚟乞食啦，咁樣去聯想一啲因為呢件好事再產生嘅一啲好嘅景象，讚美自己，咁樣去諗就唔係真係冥想嚟，冥想嘅姿勢咁冥想嘅。咁但係呢個幫助好大嘅，因為呢個咧係好似將個係個種子去淋水咁樣嘅。好啦，咁最後第三種方法啦，就係幫助一些夫婦做 four step。咩叫幫助一個夫婦做 four step 咧？即係話，如果你兩公婆，譬如話假設有兩公婆又好想買樓，想要錢買樓，咁你最好嘅方法係咩呢？就係你揾另外兩個一對夫婦，佢哋又係好想買樓，然後你瞓身去幫佢去完成呢個夢想。係。點樣叫瞓身幫佢呢？咁當然啦，你話哇搞錯買樓呢家嘢講幾百萬，你四五百萬先得個豆影咁細地方，我點幫你啊？借嚿錢俾你啊？唔係，而係當我哋開始發個善心，就係、是、譬如假設我揾到阿 Mary 同阿 Peter，OK， 佢兩公婆係啱結婚嘅啫，咁就冇乜首期嘅，咁啊兩個有工作，咁佢哋好想買樓，唔想交租咁樣，然後我哋就想盡方法，可能陪佢睇樓啦，同佢 check 下銀行嘅 mortgage 啦，然後跟住有啲咩賺錢嘅機會介紹俾佢啦，然後就盡力去幫助呢個夫婦去完成佢哋嘅夢想。係。咁點解我哋要幫佢咧？做乜我唔用啲時間幫自己咧？呢個係種種子嘅方法嚟嘅。點解咧？種子很少果實很大嘛，我哋付出嘅可能真係諗方法幫佢，未必做到話即係借錢啊呢啲咁嘢咧。但係個果實出嚟嘅時候，係可以大過好多好多倍。咁因為當我哋咧去幫，多謝阿 Lawrence 講得好好。當我哋咧去幫呢對夫婦啦 ，Mary 同 Peter 咧去種佢嘅呢個金錢種子嘅時候咧，同埋佢想買樓，咁啊唔知點解咧，我哋又會遇到另外一個貴人，係幫我哋完成夢想嘅。咁可能係無端端會即係有個遺產承受啦，又或者可能無端端有個樓盤，哇勁平嘅，唔知點解平得好緊要。又或者有個銀主盤，我哋開始保守。總之係有貴人出現喺我哋生命度咁樣。
好啦，我哋咧十三个点咧已经讲晒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咧个节目咧非常之圆满噶，个半钟头啱啱好讲晒我哋男追女啦，女追男啦，点样可以中贵夫啦，中一个好嘅老婆出嚟咁样噶。好，我哋嘅两位暖男有咩要补充？我觉得好圆满啦，阿通有冇补充？我觉得最正呢一 part 啦，最正嘅 part 出嚟系。好，我哋嘅現場嘉賓 Irene 有冇嘢要補充？今日好多謝大家邀請我過嚟呢度，有機會可以再嚟過嚟玩。OK， 謝謝好啦，我哋今集咧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係時候講拜拜啦。拜拜，拜拜，拜拜。